贵吧？太贵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太贵，那不用，不干净了。为什么要 give？ 哎，不干净。怎么了 ？Retire give。有点紧张，没有看过那么多人，然后好像回到第一场感觉那样，那个紧张感，对，因为刚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，第一场是自以为好多人在看我，但其实没有。那今天最后这倒数第二场，就真的是很多人来看我，对，那个感觉很像那样，对，那个兴奋感跟紧张感。还蛮想念他们的，然后刚好他们也在上面跳嘛，我会跟着他们跳。这以前大概是2007，16年前，差不多吧，16年前，我们好像那几个屁孩，对啊，然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球场这样杀，那个感觉很微妙。台湾没有过吧，40000人，对啊，第一次耶，我可以参与，我觉得写在台湾的棒球历史上，我觉得很感动，然后也很有荣耀。很幸福的，我觉得。跟他说明天要注意到一打一棒，我只会打满场。对啊，努力啊，对，希望不要造成球队的负担，因为当时就有跟教练团讨论过嘛，就是我不希望影响到球队，对，但他们有去问学弟嘛，学弟就很希望我可以上去，对，有一点，我不知道，我还蛮感动的，很感动他们要我上场，对啊，我那个感动我没有办法讲，就是。我不想造成大家负担，可是学弟想，就是也希望可以一起赢啊，输他们也不觉得是因为我，输球不是一个人，赢球也不会是一个人。跟大家就是陈泰在今天啊就画上句点了，对啊。就是在还能再提出、再书写、再终止，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篇了。就是大家都来，还蛮感动的。